国内新冠病毒疫情新增61,697例的本土病例，148例中重症，包括29例死亡，其中16人没有打新冠疫苗。而从今天起，确诊者同住家人如果打满三剂疫苗，可以免隔离，只要快筛阴性就可以外出工作或采买，而且新制不溯及既往，要是没有完成三剂疫苗的话，则还是维持3+4。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升温，16号周一新增61,697例本土病例，有12县市病例数破千例，其中以新北市新增19000多例最多，台北市也有9000多例，已经连续第五天单日确诊人数破6万。像今天大家看到，已经其实持续五天，大概都维持在6万左右，甚至今天比昨天还降了10%。不过我们都担忧，是因为是礼拜六、礼拜天哈，这样休息的一个效应在。另外，中重症新增148例，包括死亡29例，其中有16例未打过疫苗。死亡个案当中，年纪最长的是100多岁女性，有慢性病史，打过三剂疫苗；年纪最轻的是20多岁男性，有神经肌肉系统疾病，没有打过疫苗。病程速度最快的是40多岁男性，有糖尿病史，发病当天死亡才确定染疫。糖尿病发作有合并这个酮酸中毒这样的一个急症，同时两种情形一起来发生，所以这位40多岁男性的病程比较快速，在发病就诊的当日就过世，那也检验出有新冠病毒。此外，因应社区广泛流行，指挥中心宣布17号周二0时起调整确诊者同住家人居家隔离政策。如果同住家人已经完成三剂疫苗接种，可以免除居家隔离，改为7天的自主防疫。如果需外出工作或是采买，需有2天内的快筛阴性证明，而且新制不溯及既往。17号确诊者自主回报系统填报出去的同住家人才适用。我们不建议大家说要出门，每天天天一直塞一直塞了哈。我们再来谈一个什么时候要用快筛，但这个居隔里面，我们建议大概2天内有阴性，好这样的情况就够了。而为了降低长者感染后中重症风险，指挥中心也宣布，从18号起，65岁以上长者如果快筛阳性，将可以比照居隔、居检及自主防疫等3类对象，经过医师视讯或亲友代为诊疗后，直接开立辉瑞口服药。记者赖淑敏、蒋龙祥台报道。